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老海。有个老乡电视看不了，我们过去帮他看一下。我这个在这边在干了，那个是不是？那帮挑的知道吧？挑到鼻子都不行。那先挑好吗？到不你再上去看看噻，天天也天天一天的，但这儿钱没得，十两鼻子。老子先上去看看，我带个东西上去。哎，咱们一个人，来，那是我弄完了。这是哪里的？哎，你那技术高级了哈！你在电视机？十个头子玩的玩的什么？坏了十年。啊？十年长了，怎么坏了哇？没坏的，这个没得，那两捆的别的被子好些，翻了了吗？翻过了一个。这里是来修海监视服务的，常年积水，这里修土，修成一个坨子坨子。这是买的。好了嘞。啊。好了嘞。你干啥了？你把这个石头搬那儿一挪的。你搞好哎，我搞的，我给你，你个老子给你不好搞啊。好了哇，信号好得很呐，孩子。这大个电线杆子放在厨房里，这个还有个抽油烟机，老牌子。新好产品。这地方哦，嘿，我不能还是要收款的，要不好可能还是要走位置信息改变的，要不要一起搞了？先自个儿收不出来。你放个十几分钟时好不得？要得，限时收款了。可不行了。不是，时间长了也收款，他时间长了没放。你隔了两个月不放，要收盘一次。收盘一次也可以不，叫我来这手动收盘，也可以在这儿没关卡。我来这手动收盘就是快些，你放到这儿它出来个字，放那儿放都没关，等它一两个小时就自个就好了也。不可以自动收盘，也可以。这个是古怪的哈，这是巧的。再看看它有没有位置信息改变，那个是两点，放到十几分钟时。哎，没收盘就是，收盘就是。等一下。哎，我就是现在已经收盘了，要等两分钟了。你要去上前调前，你在这儿。我也忘得好暗，给你头像不没看得清楚。再刚好那个门地的那边一写的招的。门地好的。看到好多耳机。那一部我听到，但是有人呐。你看那好的，那个是用的 CCFR 冷凝聚灯管，灯管时间长了就像二氧化碳一样，它就容易老化，从以后就变黑了。就是亮都没得往下来照了。多给十几个年。亮。最早的一代那个液晶电视。嗯。它那个会不会自动升级好的话，它想的可能还是不会。升级是升级，哪个升级是哪个。你要放哪儿再来我这个了？就放那儿。那个在屋里头干嘛倒桶子？就是好。老范在那屋里头干嘛倒桶子啊？嘛倒走廊啊？他那屋里头，草屋啊。那第五年的，第五年的，你搞的五毛的，我本来是倒桶子。哦，昨天我快升级完了，孩子还是收款的。再也跑不及了。还急，还急，要钱吗？还要钱。嗯。
签个几张的事儿。哦，张不齐了，其实就要签。哎，你点东西来。六万号八十个楼梯，到二十七号楼的。几张？给钱。哎，好，给我。我不是到工地是来的，昨年年份的，那边的过年是有春节，但我还提前签。哎，就是这个。一千年的都是来的。丁总，哎哦，是这样。我们确实是调整了施工方案。他记得他，嗯，这个台。可能因为新鲜人的问题，没关系。哦，他那个从小少哈子，嗯，七。没来的。那个台有台，你长时间没看没得人个台都，那个从更少哈子。恨子应该有六十多台了，恁那还值四十多台。二哥，他放了两把子了。我现在就等他出不出那个定位的问题。他家他有个神机的嘞，是的。我也给他放了嘛，我跟他说。那不是我去请他放吗？他放完没？要么是第一个干头，今天不先坏了。啊，恨子有了。别瞎打听，你没听说过。再等那个十来分钟，看他出不出定位。因为最近那个系统是类似机，好多机子有时候都会出一个字，然后看不到电视。稍微再等一下，等到还是2:17，我就等到2:30，我领我走了。2:30到了13分，估计了的话是没得有问题哦，要没得问题我是先走的，有问题再打电话嘛。要不要我电话声？我记得那么好，就才。让我给一张灯来。他们这创业都不想钱的。我记得你那个，但是你个朋友圈儿，我是有的。微信是吧？那我不懂，晓得。我那个车都不来，不来你也去了。哦，来。